即日起，加入尊厨国际 LINE at 好友，现领电器配件购物折抵金10000元。购物折抵金使用办法，请详阅 LINE at 使用说明。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Bosch 的嵌入式冰箱。那由我们的行销部戴安娜为我们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戴安娜。那我在我身后呢，是大家不晓得大家看不看得出来，它是冰箱哦，因为它已经完美的被我们嵌入在我们的橱柜当中。那在我右手边这边呢，这边可以帮我们打开，是我们有两种形式，一种呢是所谓的上冷藏下冷冻的冰箱的形式。好，那另外一块呢是我身后的这个左冷冻右冷藏的一个方式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嵌入式冰箱呢，有一个就是保鲜的科技，可以为大家做一点介绍，就是有 VitaFresh 的这个保鲜科技。那可以透过就是我们平常存放的，不论是像是比较难保存的，像是蔬果、水果或者是蔬菜，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在这个方格里面摆放的是两种的形式，你都放进去，那就可以透过这样的这个面板上面的调整，去让这个蔬果里面的温度达到一个最佳化，湿度跟温度都达到一个最佳化，很轻松很完整的保存我们的蔬果。这样是我们的 VitaFresh 的保鲜科技。Centos， 西班牙顶级厨具。